原标题建国朱元璋给中国改了名字，竟维持了中国近300年的气数。在古代，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往往重新取国号，例如曹丕称帝之后取名国号魏魏，而杨坚被迫自己的女婿退位之后取名国号魏隋朝，李渊在占领了长安之后将国号取名魏唐朝等，建立新王朝将国号改了，实质上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新王朝打天下过程中是经过浴血奋战的，而国号也是一个皇帝至高无上的象征，新王朝该国号都有一定的寓意的。例如曹丕取国号魏魏，是因为他的父亲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莽，而自己也继承了魏王的权力，因此将国号定魏魏，也是爵位升级与沿袭的一种体现。同样，李渊曾经被封魏唐王，所以在攻下长安之后取名国名魏大唐。朱元璋在起义之前是一介平民，因此不可能被元朝统治者封为明王，类推曹丕以及李渊对于朱元璋来讲是行不通的。那么朱元璋在夺取江山之后为何将国号定为大明呢？其主要原因是宗教，但是朱元璋将国号定名为大明可不是为了纪念明教在推翻元朝中做出的贡献，其实张士诚以及陈友谅等人也以明教为基础宗教信仰，而他们都是朱元璋的死敌，因而对于朱元璋而言，明教教徒不都是忠诚于他，而有很多是朱元璋的死敌。当然在农民起义过程明教是发挥的非常大作用，那么明教到底是什么教呢？明教是中国的教法，它实质上是诞生在波斯的一种宗教，叫做摩尼教。虽然伊斯兰教的兴起，摩尼教教徒受到伊斯兰教政权的迫害，在唐朝的时候摩尼教传到西域，并在回鹘等政权兴起，成为当地人宗教信仰。摩尼教的教义具有反抗等精神，因此在后世的农民起义中很多就打着明教信仰的旗号，例如宋江起义、鄱阳湖农民起义等。而元朝统治非常残暴的，汉族底层人民以明教为旗号进行暗潮涌动，在黄河边上的农民起义爆发之后，农民战争便一发不可收拾，起义的烈火燃烧整个中原地区。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将国号取名魏明的原因源自于中国朴素的五行学说，依照五行，明代表的是火，而元代表着是金，而火可以攻克金，因而朱元璋将国号取名魏明的真正原因就是可以用明的火以攻克元的金。其实以上两种原因都是片面之词，其实朱元璋将国号定名为明朝真正原因是为了宣传的作用。在元末，第一个起义军领袖是韩山童，他在自己的儿子出生之后就对外宣传什么出现起义状态，意味着明王下凡来拯救天下的老百姓脱离元朝的残暴统治。据说还在黄河边上挖出一块石头，石头上有文字，意思说是神灵委派明王带领大家造反推翻元朝的。于是不久之后韩山童就在家乡举行起义，虽然攻占了几个县城，但是毕竟敌众我寡，起义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韩山童也被杀害。虽然韩山童起义失败了，但是起义烈火纷纷燃烧，明朝顾此失彼，已经完全没有能力的镇压的起义了。虽然韩山童死亡，但是毕竟他是起义的先驱，因而各地起义军都打着明王号召的旗号，并承认韩林儿为明王，但这个韩林儿没有实权，一旦哪个起义军取胜了，就会把韩林儿明王的推翻。后来明王韩林儿在事故中遇难，明王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在各路起义军已经形成几个规模比较大部队，例如陈友谅、张士诚以及朱元璋等人，这些人纷纷为自己取下了国号。而朱元璋在刘基的缓称王的影响之下，
暂时没有趁国号，继续打着明王的旗号。因为在刘基以及朱元璋认为，明王虽然去世，但是在现实中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明王这个旗号可以起到非常好的宣传作用。果不其然，尽管在战争初期，陈友谅以及张士诚的实力比朱元璋更为的强大，但是人民还是认同明王的旗号，因而百姓纷纷归附于朱元璋，他的实力一天天增强，最终战胜了陈友谅以及张士诚。在统一南方之后，朱元璋认为明王的宣传作用还是有的，因而将国号定为明，并且派遣徐达、常遇春等人，一举推翻了元朝。也许因为这个名字取得好，明朝维持了将近300年的气数，而且也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强国，享受万国来朝的尊荣。而在其灭亡后，仍然能让朝鲜奉为正宗汉人王朝，流芳百世。明朝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以至于到现在大明之魂魄依然存在，而大明的精神依然不死。在我们心里，大明似乎从未亡，一直在华夏子孙的血脉深处。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请关注公众号静说历史，听说历史，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铭记每一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